倒数机会的自己，今年我跟着大家一起倒数。第一次的座位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，倒数好庸俗哦，所以我就说 no， 我不要。就过了关在一年、两年之后，觉得好像跟大家一起过一个很复古的倒数的时间也蛮好的。刚才唱那个海盗，大家有没有很惊讶？新年礼物只有给你们，我们今天就不唱。开玩笑。我希望2023年能够如期的把新专辑卖出。然后到时候再开一个新的演唱会。你们也可以把祝福送给蔡依林，没关系，因为我没有主持过倒数的节目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唐三月开这些话。七、六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新年快乐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！把所有的精力花在这一首歌，好吗？我理想中的中国。声音让你的泪流出来，享受快乐。